有战兵吗？苏亚爸嘞，别苏亚奥臭你嘞，他们让阿爸丢了这马肉么的？好你弄的呀，兄弟们一个，我干杯的那个，谢谢我潘叔来什么？现在要看你电话，怎么电话不好？哎呀，爸呀，你妈明天要不是个出来这个嘞？哪天我半夜不能老太来的路？就那么呀，车里歪呢，到时也没路，挤得车呢，路断了。你妈是还啷么想的？不一个都不要。你这玩笑有点，连你也进屋了，你妈爸爸为什么？有路要的，这个家路没路，别表表，路就两间呢，才。Ready, bang, okay.小姐，俺那表爸十三米，把我店里的美满店铺没有落光。路遥吗？快点，滚！快吗？快吗？你也不认得妈来了？怎么没有来吧？路还没有走呢？怎么路刚没拉起？车里走了，真好，水雾也雾雾给你的，俺妈的吧，阿姐。这哪别都没有呢？没找到了不散的，车里我如果背不了，哎，干嘛有火啊？野炊兵都让我拆开了。